我那天，我不是故意要护着他的，因为他肌腱断裂，所以早就知道他回来了。前几天情绪反常，都是因为他。对不起。你昨天跟我说你想放弃出国，其实不是舍不得跟我分开，而是害怕，对不对？你害怕分开了之后你会动摇，你害怕一个人在国外面对袁安城，是这样吗？李瑶，你听着，我程朗绝对不要你为我放弃什么，我更不要你内疚，我就希望你能够幸福，不管结果是怎么样，我都可以接受的。